三位评委老师好。你好。你好。我最喜欢的喜剧明星就是德善老师还有憨豆，他们能给我带来快乐吧，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偶尔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可能就会点击一下他们的视频，我看一看笑一笑，烦恼就没了。那这次呢，我会好好的珍惜和抓住这次机会，希望呢能有不一样的表现奉献给大家。那么在这里呢，我要为自己加油，张瑞雪加油。好可爱呀、啊、你穿的。好，谢谢。我看到你的这个介绍里面啊、说那个胆大成了你最大的优势哈、对，我想问问你做过最胆大的事儿是什么。我感觉我因为我曾经当过兵，我是一名女兵啊。然后哇是是是，对，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在野外拉练的时候，然后拿着枪去射击的时候，那我感觉因为我是特别特别怕响的一个人，特别怕响，尤其是过年放鞭炮的时候我都特别害怕，所以说那个我感觉那是我做过最可怕的一件事，打枪。没有，你是准备了什么题材啊？我是准备的是陆狱，想让您给我配合一下。陆狱不是入狱，不是入狱，入狱不是入狱，是入狱，不是入狱，也不是沐浴。哎呀，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总问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结婚？我要有对象，我还不结婚呢？这一天天，你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啊！我从小就开始练习跆拳道，我现在还是女子防身术的教练。就我这样的谁敢跟我搞对象啊？你就说上一次啊，你妈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个对象，小伙长得不错，最可气的是他长了一双笑眼，一见着我就冲我笑，一见着我就冲我笑，当时我一点没客气，一点没惯着他，上去一脚。你说就我这样的谁敢跟我搞对象，你说是不是啊？我就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说哎呀，我立马我找个老爷们儿我就嫁了，我可只要是个老爷们儿。哎呦我去，正愁没有招，天上掉下来棉头包，那么老爷们儿有了啊，了解一下吧。那个有房吗？我有。那个有车车吗？没事儿，我有。结婚了吗？离了，离了。啊，不是，我是说你可以离嘛，是不是？那什么，咱俩了解也差不多，走吧，走吧。结婚了，我们结婚去吧。但是我看见那些选手对你的时候都有一点暴力。晒衣服啊，你也是你啊什么的。一般对好男人他们都这样。女性都想对我暴力。陆老师有魅力的这种暴力。我觉得就是这几个看下来哈，我觉得你的这个小品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是唯一让我觉得是发自内心让你的语言你的表演带给我让我真的笑了的感受的，对。